今天中国时报台湾潜力百书写未来的内容，邀请到的是三二行馆的董事长邱泰翰，他要来写给这封信，是要给台湾观光的一封信。他说经营高档餐厅不能炒短线，而是要长期抗战，做出老牌子，让台湾观光不只有夜市小吃，更可以把全球最有消费力的人拉进来。